欢迎大家来到战车世界。大家好，我们是战车世界的女教官。我们每个整点半点都有精彩的舞台活动哦。我们的摊位就在 B502，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找我们玩游戏。Let's battle！啊，各位玩家久等了，我是各位玩家久等了，哎。喂喂喂喂，有吗？没有。各位喂喂 ，Hello Hello， 好，给我好了。各位玩家久等了啊，欢迎收看巴哈姆特电玩风在2014年台北电玩展所举办的这个现场直播活动。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 Wargaming 有非常多位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研发团队的，还有一些经理来介绍一些他们未来的一些计划。马上话不多说，我们先邀请他们亚洲电竞事务的经理白正峰先生。你好，谢谢，然后请坐，请坐。那我们其实知道我们这次这个，其实你们这次现场就举办这个TAM 的大赛嘛，其实经理应该很忙。那我们马上话不多，我们直接问一些问题好了。那好，那你可以谈谈这个战车世界在亚洲或者和整个这个台湾地区的表现吗？在去年一整年，这个电竞在亚洲地区都很成功，所以一整年来我们就有差不多7000支队伍，所以so to date is quite successful. So for furthering in Dual One Four, we are trying to plan more effort into going deeper into the community and cyber cafe and even schools tournaments.那么我们非常重视亚洲整个电竞的产业，那我们 Wargaming 呢也向来是非常重视电竞这个领域，因此呢我们预计在台湾呢不只是要推动我们的游戏，我们也希望能够更深入各个不同的网咖，甚至是中台湾、南台湾，让大家更有机会能够借由游戏进入电竞的领域。所以其实就是我本来第二题要问说在台湾有什么特别计划，其实就是深耕整个各个区域的这个嘛。那就直接跳第三题啊。传统印象中，其实应该说二战这个东西，它是因为Wargaming 做了很多，大部分都是二战的这个领域的游戏嘛。那基本上是欧美的玩家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跟他们文化背景有关系，他们通常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东西。那可是真的实际你们在推广的时候，你们发现到亚洲或者台湾这边的玩家对于游戏的这种接受度跟欧美是不是真的不太一样呢？Yes, correct. So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is to incorporate more local culture and local marketing efforts. Example, like today we have Girls and Panzers coming in, and we are trying to incorporate Asian culture into the game element itself. So these efforts are actually put in place to let Asians more acceptable to this type of genre of games.所以我们在亚洲地区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当地的文化和市场的特色融入，比如像今天的话，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少女战车的声优来我们的现场共享盛举。所以我们在亚洲地方发展呢，我们希望说是把尽量更多亚洲的元素带进来，以便让亚洲玩家觉得说这个游戏跟他们其实是有相关的，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是让当地的，就是做当地不同的推广的这种工作。那战车世界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它要登上什么行动平台啊，就是未来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分支的游戏，就是发展到不同平台。那甚至是以后的战机啊、战舰啊这些，那未来这些东西都会，这些游戏都会推广用电竞的方式来推广。Okay, of course we love to have esports element in all our products. However, because to be a successful esports element, there must be a certain amount of players that is actually enjoying it and wanting to go professionally. So by starting off, we will have tournaments when the game launch, 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se plans,We'll see how is it being accepted by the market, and then we'll cater for esports for all our different products. 其实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所有的游戏都能够被电竞的世界所接受以及喜爱。
但是呢，我觉得任何游戏如果说是要能够成为电竞的比赛项目，首先当然必须要有足够的玩家玩它，而且必须要有足够的玩家喜爱它，甚至呢有足够的玩家呢愿意以电竞的职业水准来玩这个游戏。因此呢，我们首要之务呢，我们是希望把游戏先做好，让玩家们都喜欢，然后希望整个电竞的世界也能够接受我们的游戏。那最后就是问一下啦，就是那个TAM 这次来把整个这个总决赛拉到台湾这边举办，那你就是这几天下来的一些感想呢？OK，by having it in Taiwan is to show that what we have done over the past year, because we have the first step we came into Taiwan is during last year Taipei Game Show, so this is to show that how much effort we have put in for our players here, and for them to see the contributions that we actually pay back to them and let them enjoy the show itself.其实呢，我们这次会把亚太精英赛的总决赛拉到台湾来，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过去这一年在台湾所做的努力。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世界来台湾刚好历史一周年。那过去这一年呢，我们也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玩家。那今天能够把亚太精英赛带来台湾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这一年确实是深耕台湾有成果。那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白经理。那我知道他等一下也很忙嘛，因为会场你们的那个就有活动。那我们先请白经理这个休息，回你们摊位。那我们再邀请我们接下来360的来宾，好吧？谢谢谢谢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赶快我们大家整理一下360的设备，好吧？大家稍等一下。